大家好，听哥，东京啊，现在有一个限定的饮料，一个呢不是透明的奶茶哦，而是只有在所谓的量贩机才有的什么？等等，你来看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咖啡版的可乐。好，你写哦，贩卖机限定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听哥不啰嗦，马上试喝给你们看。投钱130，也还可以啦，可接受。130，来，哎呦，来了，来看一下，哈哈，有看到咖啡可乐哎，我给你台语中文，咖啡可乐哎，这什么味道啊？当然闻不出来啊，它是铝罐哎，旁边助理在笑，不要笑，我决定来喝一下，哎呦。嗯，简单讲就是咖啡版的可口可乐。哎、欸，但好喝哎、欸，真的。我决定等下叫我们摄影师来喝喝看。哦，我觉得你们来东京真的要买，我真的觉得这口味我很喜欢，但是它咖啡味没那么重，还是可乐为主。